电影《翻滚吧，阿信》十号举行盛大首映仪式，以彭于晏为首的主要演员号召了一大票艺人朋友到现场支持。除了由阮经天率领的 Love 剧组，还有郑元畅与苏慧伦，甚至连女星杨丞琳都来了，豪华阵容绝无仅有。而彭于晏在戏里的好身材，也成为众男星崇拜的对象。对啊，基本上我每次练都是先看完 Eddie 全裸的海报之后，然后再好好的练身体。面对好友们特地到场支持，又如此看好自己，彭于晏还是很谦虚。他们太客气了，他们都太客气了。其实我相信这个电影应该主要是讲一个还是励志的方向，然后也是有爱在里面。那这次非常感谢，就是我都要哭了。非常感谢，就是大家都在拍戏，然后豆哥今天也在拍戏，然后琪姐也在拍戏，那所有人其实都要来，但是因为豆哥拍太慢了，所以他真的滚不来了啊。所以但是他就录了一个 VCR 给我，然后我觉得还蛮开心的，然后我真的谢谢他，然后也谢谢所有真的赶来的，因为小天自己刚刚又飙车过来了。没有飙车啊！乱讲。小月呢也敢来，然后我就觉得小月敢来，然后就 Mark 啊，所有人都来了，就然后彩杰也有来，要再坐在里面，因为他比较兴奋，他急着看，所以他就没有过来。